都吃的差不多了哈，都吃饱了吧？吃饱了，吃饱了。走吧，那走吧，来，我把你们送出去。吃美了，美了。哎，二叔二婶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哎呀。舒服，吃饱了，这个饭菜还行是吧？你待会儿干啥去？准备接孩儿去。接孩儿去，这饭菜还行啊。看今天的这饭菜多好，吃的这肚子圆鼓鼓的。是啊，圆鼓鼓的，舒服。行，那慢点啊，路上。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好好学习啊。嗯嗯。今天结婚，你给我递随礼了吗？就吃我家饭。你坐下，你坐下。干啥玩意儿？这来了揪耳朵干啥呢？这是，你随不随礼？咱先不说随不随礼啊，家里相亲的，刚才是不是那些人吃完了？啊，这都是我亲戚，知道不？随礼没？随了，那肯定随了，谁像你呀？对不对？他们随过礼。这是他们随过礼剩下的剩菜剩饭，我吃了有毛病吗？啊，不是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啊，怎么这样呢？那我随不随礼，我吃他们剩菜剩饭咋的了？那惹着你了是咋的？你行行行，你吃你吃啊，好好吃，吃撑你。随礼随礼人，我给谁家随过礼？不是，大叔，你别抖啊！没抖。好了。好了，每人只能两筷子。不是，快点吧，我还要吃饭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也没人两筷子。快点吧，我也吃饭呢。那大叔，别抖啊，多夹点呀。没抖。大叔，别抖啊。要不叔给你来一碗吧，拿个碗。不用叔，这个就够了，不用。这次终于能吃饱了。叔就收摊了。啊！哈哈哈哈！你坐下来，坐。快走，走的呀？能坐这走的？阿杜 Q， 不是你这有毛病啊？怎么的啊？就是公共场合你不知道啊？不是我唱会儿歌怎么了？是碍着你什么事了？你跟我叨的？不是你这人没法跟你说，俺妈呀，没素质，就没素质。
友一起上阵嘞。不是你呀，怎么你今天没吃药啊？啊？你管我吃不吃药的？你这个大妈怎么说话怎么串串的？你说你出门在外能不能有点防范之心？你说这是什么呀？我管我说什么防范？你这个人我懒得跟你说。你不惜得跟我说，我还不惜得跟你说呢。妈呀！哎呦，懒得跟你说话。哦，媳妇儿，她偷你手机，送派出所。起来！我就说呢，你一直在这叫喊啥呢？原来要偷我手机啊！走啊，派出所！走！干啥呢？这是。来，成什么事儿了都？啊！来，进来。干啥呀？这是。哎呀，咋下雨了呢？媳妇儿怕淋着你，你先坐公交回吧啊！没事，这小事交给我啊。啊，交你呢。兄弟呀，你这是办的啥事儿呢？你办的啥事儿呢？怎么你俩两口子怎么还偷东西呢？我等一下啊，我把这东西先删掉。删啥呢？这是？啊？我跟那小姑娘聊天呢。没事了。我怎么说你偷手机呢？你这个人，你去吧。啊，再见啊。我就说你大半天干啥呢？走，派出所。一天天的你。哎呀妈呀！迷糊。老板。啊！拿瓶水吧。那儿。啊，这儿也有冰的吗？啊。那多钱？啊，3块。啊，行，找微信啊。搁这儿呢。过去了啊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你这个本店商品过期，你这里面有过期的商品吗？你说啥胡话呢？我这是诚信经营，我怎么能有过期的东西呢？我有过期的东西都免费给你们拿走。你是话不？啊、哦、行，明白了。有病呢，打扰我美梦。老板，方便面搁哪儿呢？啊，行。过期的呢？不可能，我这怎么可能有过期的呢？真是。2017的。现在都2019年了，过两年了，你这都。那要不这个你别拿了。没事，我呢就爱吃这过期商品，这我就拿走了啊，拜拜。啥癖好呢？老板，你这个怎么过期了又？1997年啊。对呀，你2019年过多少年了都？30-40年来了都。不是，要不这个你也别用啊。没事，这个正好用。97年这卫生纸，这跟我同岁，那还能用吗？那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说卫生纸会过期吗？老板，对不？这车不是50发车吗？这都整点了，咋还不发车呢？就是，司机快点啊！老晚点，真是的，不喜欢这种不讲信誉的人。就是。下回就不做了，这还不怎么的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遛弯。我来这只小鸡爱张嘴巴，对自己的开枪。我当时爱上你的脸吧，曾经爱上我的脚。哎，吃到了，吃到了，吃到了，只有好照看。干啥呢？这是？公共场合，就是有点。
是好不好？就是啊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有点儿。就过呀，咋着呀，吵啥？咱们一起唱，唱唱唱唱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干，这力量是干。不像他了，不过你唱的也挺不错啊，咱开始吧，那咱们一起唱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敌不是卡拉夏，破掉这儿草啊，这儿